如果说三国时期最爱才的诸侯是谁，那非曹操莫属。曹操为罗致人才，共发布过三次求贤令，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没有做过的。而拥有中原核心地区的曹操，也成为了三国时期网络人才最多的一员诸侯。但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为了着重描写刘备集团，我们对于曹魏集团的人才实力。 可谓是忽略了不少。同样的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曹操仍然有着许多想得而未得的名将名士，比如孔家十九代孙孔融，得了他的人却未得他的心；比如关羽，得了一阵幼子个人跑了；再比如徐庶，使计招来了却一言不发。总之，曹操可以说了网罗了天下名士的十之七八，但另外的十之二三中，仍然有着曹操垂涎欲滴的将才。 今天小编在这里借着酒劲，给大家来个小盘点，看看曹操这一生中最想罗致的五大名将是谁。一得而复失的关羽，曹操对关羽的欣赏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从温酒斩华雄就埋下了伏笔。在此之后，关羽一直跟随刘备东奔西走，却始终没有获得太大的舞台。在曹操击破刘备之后，刘关张三人各奔东西，刘备北逃投奔袁绍。 张飞流浪落草为匪，而关羽在最后一刻选择了向曹操投降。这对于有名将收集癖的曹操来说，这绝对收到了一名 S 级的武将啊！而关羽在曹营也算是有所立功。官渡之战中的白马一战，关羽镇斩颜良，力挫元军锐气，为曹操赢下官渡之战，立下汗马功劳。而立功之后，关羽则突然选择挂印而去，曹操最终没能得到之后。 威震天下的关云长，二长坂坡前的赵云。说到赵云，在《三国演义中》中真真实实的演绎了什么叫战神的角色。一出七进七出长坂坡，使得民间几乎将赵云封神。而在演绎中，赵云的幸存少不了曹操的爱才。若不是曹操勒令活捉赵云，那恐怕赵云和怀里的阿斗早就死在曹军的箭雨之中了。在此之后，赵云无论在荆州。 东吴都作为刘备的贴身护卫立下汗马功劳。如果当时曹操擒获并收降了赵云、失典韦的遗憾恐怕就会消散大半了。三三姓家奴吕布，吕布的忠诚度如何？所有三国游戏都会给出答案。只要被拉拢，那几乎能够直接说八十八走人。但我们爱收集人才的曹操却不这么认为。攻破徐州之后，吕布被属下众将擒至白门楼，当时吕布一番降词。 着着实实打动了曹操的内心。如果得吕布相助，曹操平定天下的难度会大大降低。至少作为一员虎将，吕布无论带兵还是武力都属上乘。可人就怕吹枕边风。当时刘备是曹操眼前红人一名，这位刘皇叔在耳边嘀咕了几句，吕布的人头就落了地。或许当时刘备也是趁机变相阻止曹操势力的加强吧。四将猛虎子马超，马超。 早年与南匈奴一战的时候就声名远扬，被后人称为虎臣皮氏。作为爱才收集人士的曹操，自然想将马超收揽于手下，而其父马腾也被曹操忽悠进京为官，这样也是为了控制和收揽马超的手段之一。曹操还封马超为徐州刺史，有心笼络马超，哪知马超没有去赴任，换言之，马超拒绝了曹操的招揽。 更可怕的是，马超不但拒绝了曹操，还主动向曹操发起了攻击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马腾率马超向东进攻，而在真正的历史上，马超可是不顾老爹马腾在曹操手中的现实，直接出兵的。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在邺城的马腾一家被曹操斩首，真可谓是坑爹啊！嗯嗯、此中猛士典韦，有人会说。 典韦不就是曹操的手下吗？为何说是曹操最想得到的将领呢？只因为曹操因一时私欲而痛失这员，可以说是三国最好的保镖。《三国演义》中是这样描写的：当时张绣投降曹操，可曹操却找上了张绣的嫂子，于是张绣恼羞成怒，突然反叛攻击曹操大营，而典韦为,为了掩护曹操逃走，战死于乱军中。曹操事后非常痛苦。 无比内疚和自责，可以说，典韦的损失完全是因为曹操的私欲，不是敌人太强，也不是曹操的判断失误，实在是曹操的欲望太强烈了。以上五员名将，真可谓是收集控曹操最希望得到，也最希望重用的五人，有人未曾得到，有人得而复失，总之，曹操真的是和这五个人无缘吧。